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我们去植物园了，那儿的花都开了，非常漂亮，大家玩得很高兴，还照了很多照片。他们去逛植物园了。二，张教授总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，所以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。学生爱上张教授的课。三，妹妹实在是太累了，灯也没关，电视也没关，甚至连鞋都没脱，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灯是亮着的。四，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客人住宾馆最关心的是干净不干净，人们已经很少关心宾馆有没有传真机、复印机、打印机等办公用品了。人们希望宾馆提供传真机。五，北京公交卡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了，不仅可以坐地铁、坐公共汽车，还可以在许多超市刷卡购物，非常方便。北京公交卡可以买东西。六，他们两个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认识的，他们俩的性格都差不多，聊天也挺聊得来，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他们是在国内认识的。七，上个星期去北京出差，飞机不仅准时起飞，而且
还提前十分钟到北京，这真算得上是一次幸福的经历了。他选择了坐火车。八，北方春季天气干燥，容易起火，所以外出游玩，尤其是在公园、森林等树比较多的地方，要特别小心。北方春季气候湿润。九，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就可以帮你的忙。他想帮姐姐的忙。十，读书应该有选择，有些书只要快速阅读，了解大概的意思就可以了，有些书却需要多花些时间来仔细阅读。书要慢慢读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你怎么又想换工作了？这儿的收入不是挺高的吗？可是经常要加班，我几乎没时间陪孩子，这个我真的受不了。女的为什么想换工作？12，你真是太懒了，再不起床就要迟到了。我眼睛有点疼，让我再躺一会儿吧。男的怎么了？13，孙小姐，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出发？大家先回房间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半个小时后楼下集合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14，你不觉得这家饭馆的菜价格太贵吗？贵是贵了点儿，不过菜的味道确实不错。男的觉得这家饭馆怎么样？15，
你的汉语讲得非常流利。谢谢，我来中国工作已经12年了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16，我的电子信箱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垃圾邮件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你只要把垃圾邮件的地址放进黑名单里就可以了。女的想解决什么问题？17，我觉得这沙发挺好的，质量好，颜色也不错。别着急，我们再看几家，看看其他的，再决定也不迟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18，走着去，肯定来不及了，只剩20分钟了。那我们打车去，应该还来得及。他们准备怎么去？19，你好，我和黄大夫约好了，下午来看牙。他在2层205，您直接上去找他就可以了。男的来做什么？20，外面热死了，今天得有40度吧？是，听广播里说，今天最高气温41度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1，你们两个怎么样了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我们商量过了，就今年10月1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2，师傅，请问这车到首都机场吗？不到，首都机场你得去马路对面坐。女的要去哪儿？23，海边风大，明天记得穿件厚点的衣服，别感冒了。放心吧，我们都准备了。他们明天要去哪儿？
24。喂，抱歉，我估计还得半个小时才能到，路上车堵得厉害。没关系，我在桥南边的那个咖啡店等你。关于南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5。这次活动让老祝来组织怎么样？我同意，我也觉得由他负责是最合适的。女的认为老祝怎么样？第三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，没变吧？对。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。这个眼镜挺不错。你戴上看看，样子还可以，我试一下。这儿有镜子，我感觉还行。他们打算买什么？27。明天晚上我们公司举办一个舞会。你是在邀请我吗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。明天晚上几点？男的邀请女的做什么？28。今天的招聘会你去了吗？去了，我刚刚从那儿回来。那有合适的公司吗？这个招聘会主要是为经济和管理专业的学生举办的，所以没几个合适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9。妈，我要去趟超市，您有什么要买的吗？买点饺子回来吧，你爸说想吃饺子，我今天懒得包。行，那买多少呢？买2袋就可以了。男的要去哪儿？30。叔叔，为什么说地球是蓝色的？因为地球上70%的地方都是海洋，而海水是蓝色的。既然地球上有这么多的水，为什么老师还让我们节约用水？
因为海水是咸的，不能喝。我们可以用的水实际上非常少。女的对什么感到奇怪？31，你不是要去逛街吗？怎么改主意了？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不想去了。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用不着，喝点热水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女的怎么了？32，你最近在找房子，怎么样了？找到了，就在附近租的。那很好，以后可以走路上班了。没那么近，得骑自行车，不过那也很方便了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33，这个鱼好像没放糖。放了呀，不甜吗？没尝出来，再放点儿吧。好，你先把筷子和碗拿出去吧，饭马上就好。男的觉得鱼做得怎么样？34，打扰一下，请问叶校长在吗？他去吃午饭了，您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有些材料要交给他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，您等等他吧。女的找叶校长做什么？35，小姐，这儿是出口，禁止停车。你的车停这儿很危险。对不起，我以为这儿是入口。请问入口在哪儿？你往西开，入口在那边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儿？第36到37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因为有些人懒得写字，于是有了打字机。因为有些人懒得爬楼，于是有了电梯。因为有些人懒得洗衣服，于是有了洗衣机。同样，因为有些人懒得走路，才有了各种交通工具。所以懒不一定是件坏事。36，根据这段话，为什么会出现洗衣机？37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
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些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学习弹钢琴，他们认为弹钢琴能使孩子变得更聪明、更优秀。但要不要学弹钢琴，其实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想法，否则效果不一定好。38，那些父母希望孩子学习什么？39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旅行是很好的减压方法。放假的时候，我会带上地图，买张火车票，就向目的地出发了。到了目的地，我会先去尝尝当地有名的美食，再去看看当地著名的景点。旅行结束后，我会重新精神百倍地开始我的工作。40，说话人为什么喜欢旅行？41，说话人到目的地后先做什么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一次，我带女儿去医院打针。刚开始，她害怕的要哭。我小声的和护士说，我的女儿很勇敢，一点儿也不怕打针。她就要流出来的眼泪马上不见了。原来小孩喜欢鼓励和表扬。42，女儿开始的时候怎么样？43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我们可以通过身体动作表达很多感情。例如，害羞时我们会低下头，激动时我们会抬起头。鼓掌可以表示欢迎，用力的握手表示信任。当然，不同地方人们的身体语言可能是不一样的，如果你不了解，还可能引起误会。44，根据这段话，人在害羞时会怎么样？45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